生出来哈，类似像各位画面上看到的。那其实呢，录制剧集之后哈，也可以怎么样呢？我把它放大一下，好，类似像这样。因为你每天如果都要做一样的事情，比如说针对某些范围自动帮他做资料剖析，然后放在固定的位置，那你可能每天都需要产生不同的报表，自动去做那些事情。所以你可能假设吧，你需要两个按钮，一个按钮什么，按下去它资料剖析，按下清除就自动清掉啊。如果前面又改了，你就按下去然后再清除，两个按钮。那这个啊，两个按钮的话哈，要不就是你自己写程式啦，不过写 VBA 程式对各位来说还是有点遥远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写程式而要让它可以帮你做完这些事情的话，该怎么做 ？OK， 那我教各位哈，第一个，我先把它先假设我要把它恢复掉了，先 delete 掉，然后呢，把里面的资料呢也全部都把它移掉。它其实呢哈，就是会自动帮你去写一些程式，但是你要怎么录制哦？第一步呢，请特别注意，你需要把那个开发人员哈，录制具体好像只能在开发人员啊。当然，如果2003的版本是直接就可以看到录制具体的功能，好像在工具里面会有录制具体啊。如果那可是问题，你们现在的环境哈，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哦，预设是不会出现的。那要怎么让它出现呢？一，请注意哈，在你的 Excel 的最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箭头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箭头它有个特殊名称，叫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，哦，不过这不重要啦，反正它就是一个箭头就好了。OK， 点它一下，对哈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选择其他命令，哦，其他命令。就是倒数第二个，再来的话呢，如果你是2010以前以后的版本的话，它的位置一定会在制定功上面一个制定功能区，里面呢会有个开发人，右边会有开发人员的标签，请记得怎么样把它打勾就可以了。这边有个制定功能区，再切到这边来，啊。但是如果说你是2007的版本，可能要找最上面哦，最上面还有一个常用吧。好，如果你是2007哦，你可能要看一下常用，然后常用里面的话会有也是一样叫什么开发人员标签，你把它打勾也是一样 OK 哦。那如果你是2003的话啦，它好像预设就已经有了，就不用开这些东西啊。好，那把那个开发人员这个选项打勾，打勾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按确定啊。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切过来有开发人员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有个录制剧集。那这个录制剧集的话，基本上它的做法我们待会呢要录制两个按钮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录制完之后它会自动帮我写程式，那写完程式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，按下它就可以执行我要的结果，大概是这样哦。所以第一个开启应该没问题了哈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呢哈，那要怎么录制呢？不过录制之前呢，请各位注意，就是要把刚刚的动作哈，要熟练，最好彩排过，因为你录的过程当中，只要有录到错误的动作，它一样会帮你录进去，所以尽量不要录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了哈。那录的过程我们先已经做过一遍了啊，我也熟了，所以我录一次给各位看。一，先点选录制剧集，然后他问你说你剧集名称叫什么，那比如说我叫资料剖析好了，反正就给他一个名称就对了哈，资料剖析。好，那你按确定之后哦，特别重要，等一下的所有动作他都会自动帮你写出程式，所以这个也是Excel 的最大的特点，因为其他的任何环境都不会自动帮你写程式，我觉得这个录制剧集还蛮厉害的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因为其他的环境你写不出来那你家的事，它不会帮你产生，但这个 Excel 剧集录制还蛮好用的，程式写不出来用录的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一输入资料剖析，再来按确定的话就等同是你按下那个录影的那个键按下去，你所有动作都被录进去了 OK， 所以按确定之后
第一个动作哦，游标请你放选取 B2 到 B8， 第一个动作，其他动作不要做了哈、哦。第二个动作呢，切到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，然后呢固定宽度，再去怎么下一步，然后就点，好、哦、啊点，好点完了哈、哦、，OK， 然后下一步。不汇入，然后把那个最后的目标储存格放在 C2， 好，按完成就可以了。然后要不要取代？确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录制完成。再停止，停止就是再切回到开发人员，停止录制了。好，恭喜你，已经录完了。第一个按钮了，哦，那当然哦，你可以试着做做看，就是把资料删掉之后，找到录制剧集的左边有一个剧集，会有一个资料剖析出现了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，在旁边按执行，这个执行就是说呢，它会帮你把你刚刚录下的执行看看 ，O 不 OK？ 哎，没有问题，它会再帮你跑过一遍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是第一个。如果第二个你希望怎么样，录制第二个按钮就清除，那怎么录呢？一样，录制，再做一遍，这个名称叫清除，按确定，然后怎么样？游标选取 C2 到 E8， 按 Delete 键，然后呢，停止录制，这个比较简单，选取嘛，哈，就两个动作，选取 ，Delete。停止录制，那所以哈、哦，你已经做了两个嘛，一个是资料剖析执行，一个是清除执行，哎，有没有两个动作就帮你重复了？但是如果你觉得要在这个剧集里面再按执行很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把刚刚那两个剧集变成两个按钮放在旁边，那怎么做哈、哦？记得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有个插入，选择表单控制项啊，左上角这个有个叫什么表单按钮，表单按钮哈、哦，你把它点选之后哈、哦，再拖拉一个适当的大小，多大多小你自己，反正如果你看不清楚就放大一点啦，如果你大小自己决定，点它之后的话呢，在旁边的地方拖拉，有没有往右下角拖拉？它会有一个范围，有点像那个 Photoshop 吧，类似的哦，放开，然后接下来它会问你说，哎，你这个按钮按下去会需要执行哪一个剧集啊？资料剖析。那记得哈、哦，我的习惯是把上面资料剖析四个字再复制一下。那为什么要复制这四个字哈、哦？其实主要按确定它按钮的名称会什么按钮几啊？你可以把按钮几哈、哦。delete 掉，把刚刚资料剖析四个字贴上，这样的话就有资料剖析。那一样的动作呢，再做一个清除，所以再点一下那个这个，然后呢把它拖拉一下，清除，把清除两个字复制一下，再按确定，游标再点一下按钮几，然后 delete 掉，把那个清除两个字贴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做完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下它，它会执行资料剖析，清除的话呢就把资料清掉了 ，OK， 哦，这样应该